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儿编织。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特别松软有弹性的颗粒度的绑锥花样。好，这款花也是一款百搭型的花样，它是两针一组花，起针起双数针。好，花样是四行有循环，下面为大家示范一下。啊，我这里是起了十针来作为示范。第一行就这一行下针，啊，花样极其简单。第二行，这一行上针，接下来来看第三行的织法，编针。第三行我们都是两两针，就是并调，是扭二并一。好，这一行都是这样。扭二并一，是下针哈，啊，继续扭二并一，也就是相当于收针，啊，一直循环，直到最后都是扭二并一，编针。第三行是收针，第四行再给它加回来。编针，啊，一针下针，然后我们加一针。加针的时候，我们直接挑起中间这一根横杠线，这一下，啊，又加回来一针了哈。重复这个组合，就是在每个空隙处都加针，一下，加针挑起这个横杠线，啊，继续一下，加针，啊，继续一下，同样最后是。也是调息这个横杠线加针编针，你看花就完成了，很简单啊。第一行就同样，第一行我们就这一行下针，我再把第一行织一下，衔接一下，啊，下面就重复的四行循环去织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再见。